Alok， 用力量来带动作。比方我在这边，好，这个起来，我的力量当起来，走，好，到这边，我的力量，你看，一撑，力量带动作，力量走。力量走在前面，所以你在这个姿势上要往下走的时候，当一撑，力量先上手，力量来你才动，所以手你看走，然后力量转换，力量转换，当这边力量一转换变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来，走，力量走，啊，再一撑，你看。力量走，所以力量在你自己的身上，力量在你自己身上，你看，不一定你的力量走到了，动作并不一定要大，你看，力量走，走。对，一撑，力量走，对，过掉，当撑，撑，力量，所以不在动作的大小，而在你的力量有没有贯穿到你的动作上去。我要走那个动作，我的力量贯穿到那个姿势上去，姿势就出来，对不对？小也是一样，你看，力量贯穿，力量，走，贯穿，力量。这也是一套拳啊，对，就是你先走你的力，你先走你身体里贯穿出来那个力量，那个路线对了，它自然把你的身体张开到那个姿势去。你要力量走远，它就是大。我力量的圈走小，我的力量圈走小，它就小，晓得吗？可是你还是要用里面的力量来推动你的姿势动作，要懂吗？所以这个还是跟力量不到不要走，没有力量的动作就是空的，里面没有力量的动作，那个动作就是空，就空的，你们玩玩看，所以平常要多花时间练这个，今天的这个啊，站着练，坐着练，走路也可以练，走路一抽，走路也可以练，什么时候都可以练，啊，好，再练。